澳门作为世界有名的博彩之城，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。近日，中国国旅所推出的99元澳门一天游，让千名游客无比的激动。他们到澳门来了以后，除了看一些比较传统的景点，比如说大三巴以外，那么我们更注重的是什么呢？增加了一些就是其他的就是一些元素。去到澳门，不游大三巴，不去观野街，那么这些大叔大妈们到底去哪些地方呢？新濠影汇八字形摩天轮是世界上最高的八字形摩天轮，大型恐龙互动展，1:1的比例恐龙模型，令人好像回到了侏罗纪。百老汇奇幻秀，不出国门就可以体验到经典又精彩的百老汇演出，体验过后大妈们都赞叹不已。心情好舒畅呢，好好玩啊，好爽啊。新澳门新发现，99元你买不了上当，买不了吃亏，却能感受到中国国旅带来的澳门新体验。